近香港媒体报道，偷情事件令黄兴敏形象破产，他代言的广告包括服装品牌、隐形眼镜广告等都被撤，连已拍摄但未出街的广告都被传遭广告商索赔超过千万，再加上受他影响的剧集的重拍费，有传无限要向他索赔近3000万，更有传闻指黄兴敏正考虑申请破产避债。有港媒联系上无线经纪人乐意玲，他回复说 No way， 没有这样的事。据了解，4月份的黄兴敏被爆出背着男友马国明与许志安在出租车偷情后，两人事业一落千丈，更有消息指黄兴敏因此带走美国。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匠心影视哦。